旺角一个男人过马路嘅时候，被一架私家车撞低，受伤送院。涉事嘅私家车司机喺现场协助警方嘅调查。凌晨2点几，一架私家车喺亚皆老街近住洗衣街撞低咗一个过路嘅男人，个男人嘅头受伤送院。警员封闭一段行车线调查意外。